只想做一件自认为轰轰烈烈的事，理由可以那么样的简单。环岛也是，在我们环岛九天，有和风，有艳阳，有骤雨，有酷寒，更有许多热情来相伴，让我们在每天旅程有看不尽的美丽与动人。好，我们出发了哈。出发。我们今天走的方向很特别哦，我们今天是要往阳光升起的方向出发。环祖的传统是见到第一个见到阳光的小孩就是继承者。大部分环岛不是走南回，就是绕完垦丁、鹅銮鼻，但我们更爱这一段车少且深具意义的道路，因为它经过改变台湾命运的牡丹社事件、石门谷战场，让历史就像一部纪录片，随风放送眼前。这是售卡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下滑了哦。好，路上要小心。好，对，车比较多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出发。来到售卡，开始下滑往太平洋海岸。由于南回公路大车多，因此我们中途要改由一段达人乡人文景观自行车道绕往南田村，再由台26接回环岛一号线。这样子的走法虽然多爬一段坡，但前方有更美的景象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嗨，好。哇，好棒哦，这边。虽然天气预测今天会有锋面南下，但直到傍晚进入台东市，只是气温转冷，也没下雨，
或许我们可以说，感谢上天今天让我们看到第一道阳光，也让我们有白云蓝天碧海相伴，赚到愉快的一整天。